名皇宫选秀，富户渔人嫌续张少莲家贫，逼其退婚，令女应选。女素秋与母计议，取玉串一对，命丫鬟栾英送一只去张家，以为迎娶之资。张有寒臣冒名进府骗奸素秋，恰逢江海入室盗窃，杀死于母和栾英，劫走另一玉串。少莲蒙冤入狱，素秋方知被骗失身，遂羞愤自尽。江海售卖玉串于街巷，偶遇寒臣之妹玉姐，闻知寒亦有玉串一只，乘机窃得，却被公差擒获。御史陈志审理积案，发现疑点，乃传唤寒臣。玉姐随兄上堂实验佐证，令真相大白。玉姐爱慕少莲，自荐为妻，陈志撮合二人成婚。正好盼龙扶风上青云，素秋女出随张家到我云，借此机退婚约领得门庭。去唤张少莲前来，就是有要事商议。是。慢来，虽有婚约尚未迎娶，你我还是叔侄相称的好。这，哦，小侄遵命。一旁坐下，告坐。不知叔父呼唤，有何见谕？令尊在世之时，曾与老夫有过婚约。只是小女已借婚嫁之期，先知功名尚未成就，只怕难见九月。叔父是哪里话来？先人盟约，小侄应敢违背。如今虽然家道贫寒，只待小侄发奋攻读，成就功名，并非无望。还望叔父体谅下情，宽限时日。看你吃头无力，小女怎可久待贵重？如以叔父之见呢？以老夫之见，先知日以后发迹，当可领地高门。小女楼志不足以奉君，你我还是两边的好。听叔父之言，敢有悔婚之意么？此乃良辰之计呀！好好好，你既嫌贫爱富，大丈夫何患无妻？你我两家从此隔断生活。好，有志气，聘礼跟帖呢？该日两相抵换，告辞。不送。
正是不做儿女胎，婚姻两丢开。这就好了。啊，冤枉啊。二人来了，请坐。请坐。方才何人到此啊？张少林。为了何事？只因他张家败落贫穷，你我的女儿若与他成亲，岂不大大玷污了我家门庭？故而将这门亲事打退了。啊，员外，他乃赌世之人，日后定有吃头之理呀。赌世之人名落孙山者大有人在，如今身上斑照悬绣，正好将女儿送进宫去，日后享不尽的荣华，受不尽的富贵。老爷，岂不问女儿与宫门青春葬分银？难道为了你的荣华富贵，不惜葬送女儿青春么？哼，此事不要你这个老乞婆多管。我是孩儿的母亲，此事怎能不管？我乃一家之耻，万般由我做主。你这个见利忘义、一意孤行、全我人心的强盗，我与你拼了！宣传罗秀将你打人。在女儿的份上，我暂且不计较于你。你若一意孤行，我是定不与你甘休。员外爱人，你们别生气了。小姐在这儿跪着，难道您二老就不心疼吗？女儿，快起来！多谢爹你。啊，爹爹，不要生气。后堂歇息了吧。黄榜高挂，三日后便是选秀之期，那时看你这个老乞婆怎样为老。啊，母亲，为了何事与弟弟争吵起来？只因你父嫌张少廉贫穷，与他退了亲，还要将我儿送往宫廷，因
岂不为女儿与宫门之青春葬分一日？是啊，我若是日的宫去，便无吃头之日，你我母女也是见面无期。儿啊，你快快拿过旨意吧。这个，哎呦，我说老太太，想我们小姐乃是闺阁少女，她的亲事怎么能让她自己拿主意呢？是的，也是。阮印，你速去张家，叫那张少莲速来迎娶你家小姐。是了，阮印转来。我们小姐她说话了。啊，母亲，想那张家贫穷，无钱迎娶，阮印此去，岂不空走一趟么？还是我们小姐想的周到。也罢。阮印，你到我房中去四方印子二百两送与张少莲，快去。是了，阮印转来。小姐，我这还没读完呢。儿啊，怎么又拦阻与他呀？啊，母亲，为了女儿婚姻之事，动用母亲的印钱，日后爹爹知道，你二老岂不又要吵闹？你之见呢？我这里又欲穿一对，价值五百斤，命阮印与张家送去，叫他变卖一只，足够迎娶。如此甚好。小姐，您快拿出来吧。玉串在此。一只交与张少莲，另一只暂放为娘身旁，待我儿过的门去再把还与你。有什么言语再直赴乱印汲取。其上我也。小姐，我可要走了，您还有什么话要嘱咐我的吗？
书上学堂，知乎者也做文章。三字经不加姓，四书五经一大筐。上课念得当当响，搁下书本我就忘。父母双双已亡故，留下一份大家当。我吃花酒下赌场，哪怕一输几百两。老婆跟我已分手，可有个妹妹管我赛老娘。倘若有谁来迎娶，我情愿免聘礼陪嫁妆。口称恩公三跪九叩，烧高香烧高香。我韩晨是本城一个秀才，昨儿晚上我打牌输钱，今儿一早又被我那心直口快的妹妹韩玉姐儿数了了一顿。在家待了多半天，实在没劲，哎，去找我那老朋友张少莲聊聊天儿，消消气儿，解解闷儿。少莲兄，在家吗？哦，原来是韩兄，贫弟。哎，少莲兄，请。韩兄，请坐。哎，坐着，坐着，坐着。哎，少莲兄，这么唉声叹气的干什么呀？实不相瞒，小弟为了婚姻之事啊。啊，什么婚姻之事啊？那与人嫌贫爱富，逼我退亲。啊，什么什么嫌贫爱富，勒逼退亲？这档子事儿你就这么忍了吗？他既嫌贫爱富，小弟又何必盼他？哎呦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！我听说那于家小姐貌若天仙，知书达理，换了我呀，非跟她玩命不可。我张先生在家吗？哟，外头有人找你。带我前去看。哎，好好好好好，换我何事？我家少爷请先生过府，有事相商。哦，你且先行。啊，韩兄，哎，前家王少爷与我过府一事。哦，你要出门啊？得，我也回去了。慢来慢来，啊，韩兄若无别事，烦请照看门户，小弟稍时便回。还有一篇文章要与韩兄斟酌。嗯，反正回去也是怄气，我就在这儿等你。有老李。哎，好说好说。门户翻君不着娘，你看着点回应就是了。啊，是个女子的声音呢，那我得仔细瞧瞧。你是谁呀？我是于府的丫鬟，名叫栾英。啊，奉安人和小姐之命来找张相公，有要事禀告。哦，张相公是住这儿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来来来，进来说话，进来说话。啊。我说栾英啊，嗯，你这么瞎摸乱撞的，难道不认识张相公吗？不但我不认识，嗯，就连安人和小姐也都不认识张相公。
都不认识。哎，我说栾英啊，你找张相公是不是？是啊。你远看没人呐，那么你再近瞧呢？您就是张相公吗？哎，对喽，我这儿有礼。哎，罢了罢了罢了，我说栾英啊，你找我究竟有什么事情啊？哎，张相公啊，只因我家员外爷嫌贫爱富，退了亲，还想把小姐送进宫里当秀女。哦，我家安人和小姐又气又急，让我前来报信，请张相公早日迎娶小姐。还有这等美事？哎呦，我说栾英啊，我何尝不想早日迎娶你家小姐呀？可你看我这一贫如洗，我拿什么迎娶呀？不要紧的，我家安人和小姐命我送来玉钏一只，价值250斤，您变卖了就能早日迎娶小姐了。哎，我瞧瞧，我瞧瞧，我瞧瞧，哎呦，还真是个好东西，我先戴上。哎，我说栾英啊，蒙小姐对我一往情深，又赠我玉钏，我有意过府相谢，以表我寒。寒什么呀？哦，一介寒儒，知恩图报之心。再说了，我正有一肚子的话要对小姐说呢。张相公，你有什么话就跟我说，我替您转达不就成了吗？呦，夫妻之间的悄悄话怎么能让外人转达呢？你就带我去一趟吧。那可不成，我家员外和安人家教甚严，若被别人看见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不行不行。哎呦，不要紧的，你就悄悄的带我去一趟吧。不能带您去。怎么着？真不带我去？好好好，你回去对夫人小姐演讲，就说我有意功名，无意迎娶，这东西你拿过去，我不要了。别别别，张相公，您别生气呀，我带您去不就成了吗？呦，那可好极了，栾英啊，这事儿你要是办成了，我非好好谢谢你不可。来来来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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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栾英啊，你身后怎么有个人呢？没人呢。没人，我都看见了。你是谁呀？你姓什么呀？我姓张。姓张，好啊，栾英，你私自带人进府，我告诉员外去。哎，书童，哎，你跟谁说话呢？栾英私自带人进府。是吗？啊，我瞧瞧。哟，可不是吗？我告诉安人去，少不得罚他跪上两个时辰。啊，到了，小姐就在楼上。哎，带我进去。哎，不行啊，我得通禀一声。张相公请。小姐慢走。小生张少林，这厢有礼。
相公，您有什么话就赶快说，我怕员外爷回来，我去前院看着点儿。哎，好好好。小姐，请坐。小姐，岳父退婚，小姐坚贞不渝，又赠我玉钏，足见小姐恩深情重啊！素秋以身相许，区区之物，不过略表存心而已。啊，小姐，岳父退婚，小生痛不欲生，若非小姐厚爱，小生之忧，何以算得了？长老不必悲伤，退亲之事，乃我爹爹一人所为，素秋立志，从一而终。小姐，如今圣上宣秀时然美，倘若岳父明日去到官衙投名，你我的婚事嘛，将成泡影。这既伤我也。小生倒有意万全之策呀。什么万全之策？以小生之见，不日将在今晚与小姐完成花烛，沐浴成舟，我那岳父纵然固执，他也没什么主意了吧？是今夜成亲乃是篝火，万万使不得的。哎呀，小姐呀，燃眉之急，使之无奈。再说嘛，前有媒妁之言，后有岳母作主，岂能算得苟合？小姐，应允了吧？应允了吧？me
若不如此，小姐一旦进宫，终身断送，非之晚矣呀！可是时不再来，你就应允了吧。我名叫江海，提刀把人宰，翻墙又刨洞，办货不用买。这两天啊，手头有点紧，哎，不免到大户人家走上一回。好多话没对小姐说完呢，我。嗨，等过了门啊，你们爱说多久说多久，快走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糟了糟了！买卖一桩，人命两条，带我出水。好了，安仁和栾英被人杀死了。哎呀，安仁不幸丧了我命，本不叫人痛在心，昨夜晚可有圣人把府门进，
昨晚上栾英倒是带着个人进来，我问他姓什么，他说他姓张。姓张？怎身打扮？书生打扮。书生打扮？是啊，听下面的人说还有人看见。看见什么？张？看见姓张的书生从小姐的绣楼上下来。啊？分明是张嫂脸，这个小畜生，你恩人速速将他扯来见我。遵命。啊，安人。什么的？八成是贼。我不是贼呀、啊，贼在那儿呢。哪儿呢？哟，跑了。追呀、啊！何事嘈杂金水木？尸包在地，人无踪。倒不拾遗，且稍候。家贫不施，君子奉。这不是我家的包裹吗？是啊，这些都是安人屋里的东西啊。即使你家之物，皆请拿去。这包裹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我怎么晓得是哪里来的？烦你辛苦一趟去见我家员外。两家依然退婚，我是不去的。此时由不得你，拉他去见员外。我是不去的。哎、快走，不去走啊。Thank you.
了，杀你母亲的凶犯依然拿虎了。怎么，那杀人凶犯他依然拿虎了？真是。但不知是哪一国呢？就是那张少林。啊，张少林。啊，爹爹，我想此事不是张少林吧？如今人赃俱获，还有什么假的不成？但不知又获赃物，乃是你母亲的房中之物，还有一只玉串。啊，玉串？什么玉串？就是啊，喂，我儿在此守灵，为父去审问张少莲，这个吃神去了。啊，爹爹，我想此事怕不是张少莲所为，不要你一管。Thank you.
过别方高门去求皇，你父嫌我贫穷，你也嫌我贫穷，俱是一样的心肠。怎么，你当我嫌你贫穷么？还有两样不成。叫人难以明白。哎呀，蟑螂啊！此事都怪我一人不好，连累于你。我又不能吃透于你命怨，请上生我一拜。彪悍呀！you
使臣大人宣查到此，命我吃惊接应。衙中之事，请二衙照看。大人尽管放心，纵然案情糊里糊涂，卑职也能审他个一清二楚。好，应接御史大人去者。是。宋大人。此是非，彼是非，没人告状，无是非。老爷倘若没主意，权杖大刑，断是非。有人告状啊！说来就来呀！传告状人上堂，告状人上堂。参见老爷，于老先生，老没见了。您是钱塘大户，家财万贯，还有什么不称心的事要来告状啊？只因秀才张少林夜入我家，杀死安人丫鬟，窃取财物，特来报案。杀人劫财，这可是大案呐！张少林这个衣冠禽兽，还奸骗了我的女儿，致使她含羞自尽。奸骗自尽，那更是大案要案了。现有赃物在此，劳役过目。哼，这样的秀才哪里容得？活牙吃动，将人犯抓来见我。哦，劳役，凶犯依然带来了。哦，那我倒省事了。来呀！哟。给老爷备齐了鞭子、板子、掸子、棍子、料子、铐子、链子、锁子，不由那张少林他不低头认罪呀。先要回家转，心中有事不安然。哥哥，你回来了。哎，我说妹妹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怎么是我的不是了呢？啊，常言说得好，好姑娘不出闺阁，你怎么跑大门口来了？啊，你说我是个大姑娘，不应该在门口站着呀？可不是吗？进的呀，我进来不就得了吗？嗯，这还差不多。哥哥坐着。哎，坐着坐着坐着。哥哥，你打哪儿来呀？我打衙门口来呀。哎，哥。
我怎么不是了？常言道得好，好秀才不入宫门，你干嘛老是到衙门口去？你知道什么呀？我到衙门口打听点新鲜事儿。新鲜事儿？什么新鲜事儿啊？你知道咱们有个街坊叫张少莲吗？张少莲，我知道，是个俊俏的书生，是个小白脸，长得好看着呢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行了，这么大姑娘，张口小白脸，闭口小白脸，不知道害臊啊！人家长得本来好看嘛，我就这么说。不许这么说！偏这么说！我就不许你说！我偏这么说！好好好，你说你说啊！您听听他那张嘴有多厉害呀！哥哥张少莲他怎么了？他呀，闹出人命案来了！什么？张少莲会闹出人命案来了？啊！你听我跟你说呀。只因他那个岳父嫌贫爱富，勒逼退亲，他一怒之下夜入鱼府，杀死丫鬟，牵骗了于家小姐，把他丈母娘都给宰了。你说他胆大不胆大呀？哥哥，你说这话我就不相信。怎么呢？人家张少莲是个文弱的书生，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？这依我看呐，不定是哪个混账东西啊，拆做的这缺德的事啊，拆无赖人家张少莲。行了，你跟那张少莲沾亲没有？带过？也没有。还是的，他闹出人命案来了，你跟我嚷嚷什么呀？那人家本来就是好人嘛，我就不相信吗？行了，别说了，哥哥我还真有点累了，我得上后头睡会儿去。哥哥，我又瞧见你这只镯子了。干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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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跟你要了好几回了，你老是不给我。哥哥你给我吧。哎呦，我说妹妹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要了我的小命都成，就是这镯子不能给你。那它又不是咱们家的东西，你是打哪儿来的呀？打哪儿来的，管着吗？你告诉我，告诉我，告诉我。你真想知道？哎，你拿耳朵来，是哥哥我一个女朋友送的。什么？哥哥你可真不老实。怎么了？就你这德行还就女朋友呢？哎，这是怎么说话呢？哥哥你们男人家戴着多不好看呢，你给我吧。哎呦，我说好妹妹，你要是真喜欢镯子，改明儿哥哥给你买个银的。不要。金的。不要。干脆哥哥多花俩钱给你买个翠的总成了吧。哥哥我挺喜欢他的。哎、你给我、啊、这个真不能给你。你给我、哎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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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开吧你。你拿哥哥我当秋千耍呀啊，这么大个子了还是这么不懂事，你这是要气死我呀。咱爹妈走得早，长兄为父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现在我就是你的爸爸。家里的大小事儿我说了算，你都得听我，记住了，跟你说了，要金的买金的，要银的买银的，要翠的买翠，天底下这么好哥哥上哪儿找去？跟你说了，要金的买金的，要银的买银的，要翠的买翠，天底下这么好哥哥上哪儿找去？知足吧你。哥哥不给。瞧我哥哥说话变颜变色的，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。哥哥呀哥哥，你纵然做了亏心事，也应该告诉妹妹我的呀。样样俱全呢。哎，你卖的还怪全乎的。那我跟你要样东西，你有吗？你要什么？镯子。镯子。玉的你有吗？哎，
官这儿正好有一只玉镯。快给我瞧瞧、哎、等等等等，快点快点快点、哎、瞧瞧是不是这样的。哎呀，可真不错呀。哎，怎么跟我哥哥那只是一对儿啊？哦，咱俩是一对儿啊。什么呀，我说这只镯子跟我哥哥那只是一对儿、哎、谁跟你是一对儿啊、讨厌。我说的也是镯子。卖杂货的。哎，这只镯子你卖吗？卖呀。卖它你要钱吗？废话，卖它我肯定要钱呢。那你要多少钱呢？我要多少？50两。什么？50两？哎，50两。太贵了，我买不起。哎、太贵。嗯。哎，那你还个价。少给点卖呀、啊。哎，少给点也卖。这个做买卖的可真和气，少给他点也卖。和气生财嘛。啊，那我给你。给我多少啊？啊，多少？1两吧。啊，1两。哎、啊，不是，这太少了。你不是说少给也卖吗？我不够本儿啊。哦，你不够本儿 啊？不够本儿。那我再给你添点儿。哎，再添点儿啊，多添点儿。我给你添点儿。多少啊？哎，2两。2两啊？不是，拿过来吧。那我这2两怎么办呢？拿过来吧，我不卖了。你不卖了？不卖了，不卖了，拿过来吧。给你、啊，给我。给我、哎哎、我再瞧一瞧。 你买不起就别瞧了。瞧瞧怕什么的？不让瞧。看一看。不让看，拿过来给我。你不卖了？给我拿过来。给我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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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哎、没瞧见过你这样做买卖的，这么不和气。哼，不卖就算了，反正我哥哥那儿也有一只。我告诉你吧，我哥哥呀就在那边小屋子里睡觉呢，镯子就在他手上戴着呢，待会等他醒了我还跟他要，你不卖给我我还不买了呢，讨厌。哎，你听我告诉你，今天你不卖给我这只镯子，从今往后别在我们家门口这么过来过去的，真可气。这小丫头还挺厉害啊。哎，刚才她说她哥哥那儿也有这么一只镯子，我呀别让她凑对儿，我先凑对儿吧。哎嘿嘿嘿，嘿啊，我是好人呐、啊、好人、哎、老爷跟前说去吧你。
县令熊瑞参见大人。禀礼一旁，请坐。谢坐。贵县臣来的案卷，本院已然看过，内有豫章两下命案，罪证不足，恐有疏漏。其大人昨日卑职前去迎接大人，此案乃是尔雅神问。尔雅神问，必县差官有拿获盗贼一命，卑职即刻回得衙去，将两案仔细审问。慢来慢来，既有一案，本院也能袖手。就请贵县将一干人犯带到此处，你我同审。卑职遵命。将一干人犯押到茶院听审。将盗贼带上堂来。将盗贼押上堂来。大人，我冤枉啊！这一人犯叫何名字？小人名叫江海。因何陷冤？二位公差把小人当贼给抓来了。启禀大人，此人在韩琛、韩秀才家行窃，故而将他拿到公堂。可有赃证？没有没有。当堂搜来。是。齐大人，现有万宝囊一个，玉钏一对，大人请看。赃证在此，还敢提来？大刑伺候。别打！我招！这对玉串是我偷的。哪里偷盗而来？一只是从葫芦巷的一个秀才家偷的。还有一只？还有一只是枪，是从渔府盗的。押了下去。走。贵县大人，渔夫命案与盗贼似有牵连，闻过尔雅便知。传尔雅。尔雅上恩堂。尔雅大名沈富庆，从未有案审不清。参见老大人。罢了，我来问你，豫章两下命案，可是你审问？正是小人审问。我看此案有冤。大人明鉴呐，我也觉得此案有冤呐。哦，你到哪一个有冤？大人，您觉得他们俩谁有冤呢？我看张少林有冤。哎呀，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我看那张少林他也有冤呐。既是张少林有冤，为何将他问罪？此人不堪使用啊。下官失察有罪。你且坐下，与本院重审此案。遵命。待渔人上堂。渔人上恩堂。参见大人。渔人，你状告张少莲杀人劫财，奸骗你的女儿，有何为证？
武器房中丢失包裹，此日在张少廉门首查获，望大人详查。这对玉串可是你家之物？哦，此乃我家中之物，怎么到了大人手上啊？其中定有缘故，你且退一下。带张少廉，张少廉上门堂。五段遭冤狱，身血恐无期。叩见大人。罢了，张少廉，你将此案缘由一一诉来。哎呀，大人呐、啊，只问于人嫌贫爱富，哪里叫我过夫强意退婚？此日清晨进门首有包裹一只，小人代为看守，不想与父家人寻踪前来，反诬陷于我，亲自弄吃，这场冤案来了。你回家之后，可曾与人说起退婚之事？哪里小人，回到家中，正在闷闷不乐之时，恰好学友韩城前来，也曾对他事过此事。韩臣之后呢？之后小人有事外出，也曾托他照看门户，小人回家之时他已离去。那韩臣家住哪里？那韩臣家住葫芦巷内。啊，大人，此事与韩臣无关呐、啊。有关无关，案破之后自有分晓。你且退下。谢大人。大人，贵先，以卑职看来，韩臣与此案大有关联。贵先所见不差，速传韩臣到堂。遵命。贵先，大人，稍使韩臣到来，我们先问他替人看守门户之事，然后再问他玉串的来历。他若露出破绽，此案便有八九。大人高见，韩臣快走。此女儿要进宫，苗日落网。请你跟着我干什么？哥哥，我没有瞧见过打官司的，我要看看眼，我有点不放心。哎呦，我说姑奶奶，我打官司前有什么可瞧的？赶紧给我回家去。不，我一定要去。不许你去。偏要去。就不许你去。偏要去。好，你去啊。可是这么着，老爷大堂是有规矩的地方，不准说话。我不说话，我旁听。韩臣上堂。哎呦，我说你轻点，我有心脏病。那我搀着他，他有病。好。好大的庙啊！别说话了。
声援韩臣参见老大人。见过父母官。啊，是。声援韩臣参见老父母。罢了。哎，我说老大人，这儿还站着一个人呢。别说话了。啊，这与女子你是何人呐？我叫韩玉洁，我哥哥是韩臣，我是他妹妹呀。你哥哥又是道观，你来做什么？我不知道我哥哥犯什么罪了，我来瞧瞧，再看看二位老大人审的公道不公道。公道怎样，不公道又怎么样啊？要是公道啊，活该我哥哥他受罪。要是不公道呢？要是不公啊，哼，对不起，我要到京城去告你们去。哈哈哈哈哈哈，好过聪明有趣的小姑娘，她倒要搞起本院来了啊！好，站在一旁看我们怎样的审问呢？好的，请贵先审问。是，韩臣。哎呦，我来问你，哪里？你替张少莲看守门户，张少莲回来，你已走去。你往哪里去了？从师将来。回老爷的话，那日我与舍妹争吵了几句，负气出来去找张少莲聊天，后来我这么一想，兄妹之间有什么过不去的？再说我这做哥哥呢，总得让着妹妹一点，所以我就赶紧的回家去了。不对不对，哥哥你说的不对，那天晚上你就没有回来，到家的时候天都快亮了，你怎么忘了？别胡说，我早回去了。我不对不对，老大人，我哥哥他说的不对，那天晚上他就没有回来，到家的时候天都快亮了，他忘了，他脑子不好使。您别听他的。韩臣，有来问你，你家可有玉钏？嗨，老大人，您开什么玩笑？我又不开玉器铺，哪儿来的玉钏呢？本院拿着一名盗贼，在他身上搜得玉钏一对，是他言道是从你家偷盗而来，故而传你前来辨认。哦，就为这事儿啊？嗨，您瞧我这记性，可不是我们家的东西吗？来来来，您让我瞧瞧，让我瞧瞧。好，自己人来。哎，我瞧瞧啊。我也瞧瞧。哎，没错，是我们家的东西。这只是，这只不是。两只都是。咱们家就有一只。两只都是我们家的，你知道什么呀？这是姥姥给咱妈的嫁妆。不对呀，老大人，这只是我们家的，这只不是。哦，不对不对，这只也不是，这只是我哥哥一个女朋友送给他的。哎呦，我的底儿全让他给卸了。这只好像在哪瞧见过来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有一天我跟我哥哥要这只镯子，他不给我，他呢就回屋睡觉去了，正好门口来了一个卖杂货的，这只镯子就是那个卖杂货的，我要买他的这只镯子，他跟我要50两，您说贵不贵呀？我没有那么多钱，我就没有买妥。买卖虽然没做成，可我认准了这只镯子了，这只是我们家的，这只就是那个卖杂货的，我都给您说清楚了。哎呦，要命了！余人张少莲上堂，余人张少莲上堂。哥哥，我瞧瞧去。回来，姑奶奶。余人有，张少莲也与你家，可是你亲眼得见？师童所见。传师童。大师童。哎呦，姑奶奶，你少管闲事好不好？参见大人。师童有，张少莲也与你家，可是你亲眼得见？是小人亲眼得见。好，现在堂口仔细地，人来。哎，是喽。哟，这不是他呀。你干嘛呀？不是。哟，小白脸，感情你在这儿啊。大人，是不是他？别拉着我。就是他。打
胆大的韩臣竟敢假冒张少廉，夜日与家奸骗与家小姐，杀人劫财，还不从实干？哎呦，我的老大人，什么杀人劫财我不知道啊，我是冤枉的。人赃俱在，幻想狡辩，是迟是信，还则罢了，若想抵赖，枉法无情。我招！哥哥，你有什么话就痛痛快快的说。我倒霉就倒霉在你这儿了。讲，大人容禀，那日少莲不在家，于府丫鬟来找他，送来玉钏未婚嫁，我顿生邪念行欺诈，奸骗小姐我领罪，杀人劫财得另追查。我说的都是大实话，您高抬贵手，放我回家。妹妹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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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你这狗才只招了一半，还有两条人命未曾招认。两条人命另有凶手，待江海。江海上额堂。江海是谁？我瞧瞧去。大人，他就是那个卖杂货的，我认识他。胆大江海竟敢夜日与家偷盗，杀死两条人命，还不从实招来。嘿嘿，大人，镯子是我偷的，人命不人命的我可不知道啊。大刑伺候。大刑伺候。哎，别打，我招。大人容禀。叫他二人化工。动招数十，动招数十。哥哥，感情你不是好人呐。哎，我从小就没学好啊。你瞧人家张少莲多好啊。你就别在乌鸦面前夸凤凰了。老夫蒙圣恩，特此上方宝剑，先斩后奏，将他二人推去斩了。啊！小姑娘为何拦阻？老大人，我问问您，江海犯的什么罪呀？夜日与家偷盗，杀死两条人命。江海杀了人了？真是。那就该杀他呀。那我再问问您，我哥哥犯的什么罪呀？假冒张少廉，夜日与家奸骗与家小姐，只是他含羞自尽，也是一条人命。我哥哥奸骗了与家小姐，是他含羞自尽而死。可我哥哥并没有杀人呐，恐怕还不能处决吧。嘿，想不到我妹妹还懂得些个律法。以你之见呢？我倒有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不过我得跟您商量商量。商量什么啊？不是我哥哥奸骗了张少莲他媳妇儿了吗？这人死不能活了，咱们得想个主意陪他一个呀。人死不能复生，怎样赔偿于他？如果您把我跟他，您看合适不合适？不明白呀。就是我跟他跟一块儿，您瞧可以不可以？我还是不明白呀。他家有房。
是讲的好。不是我哥哥奸骗了张少莲他媳妇儿了吗？这人死不能活了。如果您把我给了张少莲，就算我哥哥陪他一个媳妇儿，这档子事情马马虎虎的，不就算完了吗？这倒是个好主意，待我与你说过。谢谢。张少莲。大人，方才韩玉洁之言你可曾听见？他情愿嫁你，你可愿意否？那韩臣行为不端，仇人的妹子我是不要的。哥哥，我都受你累了，人家不要我。妹妹你别着急，我跟他商量商量啊。少莲兄，哥们儿，我骗你的媳妇儿，该压该罚，我罪有应得。现在我把妹妹许配给你，不是将功补过，两下扯平了吗？张少莲大人，说什么仇人之妹？若不是他当堂与你识破殷勤，你焉能洗雪成冤？他分明是你的恩人呐，他倒有些侠风一顾，你不要错过机会呀。大人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好了好了，待他后面进衣去吧。啊，鬼仙大人，将此儿犯带回衙去，江海即刻问斩，韩臣定州受监听候发落。下官遵命。哥哥保重。妹妹你想着来看我啊。余人，有此事皆由你一人身上所起，就命你与他二人备办妆奁，完成画出，不得有误。哦，是是是。哦，这玉钏乃是你家之物，物归原主吧。大人，小人愿将这对玉钏送与韩小姐，以为妆奁。这倒是的，呵呵，你且去吧。哦，是是是。指望攀龙附凤，终究天理不容。安人女儿，我说老大人，人家张少莲还没有答应我的婚事，您怎么就叫渔人去准备妆奁了呢？此事老夫与你做主。那可不成，婚姻大事不可儿戏。待会儿我打扮好了，怎么好啊？你只管放心，此事包在老夫的身上啊。怎么着，都包在你的身上？那好极了，那我就去梳洗打扮，我打扮新娘子，我跟她拜天地。她要是要我，那还好说，她要是不要我，咱们俩人回头再算账。淘气的丫头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将那余家小姐为我一死，小生即刻领结四破。张少莲，你过来，你怎么老是想着那个余素秋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我念他对我一点痴情。啊，你念他对你一点痴情啊？难道说我对你，就没有情了吗？你呀，一点儿也没有。你听我告诉你，我嫁你原本不单位的事情，我打的是抱不平，只因为我哥哥做的事
你瞧瞧，我这么大的姑娘，今儿个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我跟你拜天地，你要是不要我，我也没有脸活着了啊！你呢，跟我哥哥犯的罪一样，你也是一条人命。你不要我，我还不嫁你了呢。我说死就死，我死去，死不得，死去，死不得，我不嫁你。还回家，天怕阴雨。